哎，看到讲，为今来开始，即小琉球朋友甲兰叔即个离岛，啊，实施即啊登岛身份查验，民众爱伫登船口爱来摕身份证件来查验，讲看敢是即几家检疫个人，啊，毋过有喏民众来即期讲查验是毋是会当有统一个窗口，安尼有淡薄交流。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，十一号开始要坐船前往小琉球，拢必须爱出示身份证件，互海巡人员查验。先出示一下身份证哦。实施第一天，民众坐船前才知影，爱对随身的行李并出证件，海巡人员阁透过警用的手机查验每一位民众的身份，过滤是毋是居家检疫者，民众拢愿意配合。较无问题啊，嘿啦，安就对啊，本来就要检查证件啊。就大飞机跟大飞机什么，就是落实实名制这种的哈。对啊，才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无扎身份证，买单用驾照、健保卡代替；若是坐船无带证件，换岛期间暂时用报身份证号。只是买票时阵已经登记身份证，坐船口阁爱查一遍。最近离岛旅游的人变多，恐惊会造成延误。有民众质疑海巡署为什么袂当做回查？售票口的部分呢，是针对登船的实名制跟旅客保险的部分去做身份证的登书。那我们海巡署这边使用警用手机，是针对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者的查验，所以两个系统是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的。海巡人员嘛解说，东流线有三间业者营运，而且卖票的所在分开。海巡人力有限，统一伫坐船口查验，请民众体谅。除了小琉球、澎湖和南苏嘛开始实施离岛身份查验，防止疫情的扩散。记者李秀文、吴兆冠，屏东报道。